请久无看。你甲看你啦，你安尼无气无息，无精无神，啊！你是拢无咧食药？你几岁人啊？你当作你是查某囡仔？你已经乌巴桑啊咧？才不要照顾你家己。我就是不要照顾我家己啊！这个家己囝拢顾袂好，当个千二外千个代志啊，你屋里内底你行袂出来，放下啦，有影啦。讲的是较简单啦，做的是哦较困难啦。不过人咧讲，在生的人哦，那是个往生的人哦，安尼思念，安尼个白条条。这往生的人哦，在寒干时安尼行袂开脚，安尼是怕他投胎转世哈。我知啦，我拢知。小芳姐，你特别约我出来，有啥物代志？你还搁有咧做头毛？伊当初啊要照顾阮囝，我甲店收起来，都不做啊。那你即马会用重新开始啊？你哦，爱甲家己的时间安排甲少无闲少无闲的，无闲啊哦，袂记过去遐无欢喜的代志。用你的手艺，用你的技术，搁再重新开始。我安尼哦，毋是干那为着你，嘛是为着我。我真正需要你甲我斗相共。啊，咱拢误会啊！即外口拢嘛少年人的天下，哪有法度？我有法度，我要来去中孝东路开店。开店？嗯。小芳姐，我真正足感谢你来找我，啊，不过要我甲你斗三工，我真无法度啦，我真久无提加刀呢。那家都轻茫茫，连囡仔嘛夹起来，你夹袂起来啊？是讲，小芳姐，啊，你弟弟想要去中华东路，是不是还佫有别个原因？哦，是安尼啦。较早哦，我店的一个师爷，我将伊当作敢若我的查某囝共款，我会晓的技术，我逐项拢总教教予伊。哎嘛，真个拢有学起来。啊，有一天，伊甲我讲哦，伊要去中孝东路哦，要学技术，要求进步。我就煞生气，拢无爱甲伊讲话。过无几工呢，有一个人客呢，带一个早孙仔来啦，讲要落迄个旁客头，要笑哦。啊，但我已经店面拢落上班咧，哪有落来旁客头啦？我嘛半边山人尔，啊，我哪会落啦？结果我就使下去哦，三两个手好好哦，好色溜溜。我才知影讲哦，我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嘛不是讲不甘愿啦，只是想讲我一个师爷呢，这么认真，这么打拼在学习，啊，我这个做师傅的，啊，这动力不爱叮当，安尼嘛唔对嘞。人讲食到老，学到老，所以哦。我要来去中孝东路，要来开店。你跟我，我绝对袂亏待你。小芳姐，我开店拢伫家人，迄大包迄啥物流行我嘛唔捌。看哦，遐是找少年人啦。好啦，讲袂赢你，讲无法你，我也无效啊啦。啊，无想要甲你勉强啦。啊，我代志你也免考虑啦。啊。我是讲哦，爱想你天顶迄个后生啦，伊伫遐目睭金亮，甲你看咧，看你去做老母的，伊过往了后，你有咧认真过生活无？你有咧替伊保障你家己的身体无？你有用你的手艺咧做生意咧赚钱无？你有咧食有咧困无咧做生意无？结果咧，你安尼家己一个等咧，敢若强要鬼拍火花伊共款。你敢知影恁囝伫咧天顶若看到你安尼，伊心肝有偌艰苦，伊有放袂落心，你敢知影？还佫有啦，小芳姐。我答应你，安尼唔就好啊！啊，这个答应嘛，较早讲的，害我讲到咁要闹下海。啊对啦，啊大姐嘛，有你，有我，
我甲中浩当落迄个师啊，搁甲拖入来，啊，咱店设计师就拢总有全啦。啊，你要甲迄个中浩当落迄师啊，搁学转来？嗯，是啊。我的师啊哦，是天公伯赐予伊的天分。你若给伊一枝草啊，伊就挺下你身上最大丛的树啊。做代志哦，真伶俐。不过这查某囡仔哦，无话无句，无啥有嘴碎啦。但是对人家哦，足亲切，搁足有耐心的。哎呦，听你讲起来，我嘛想到我的师啊呢。嗯。伊个性甲你讲起来真像诶。哎呦，有影哦。我若是要开店哦，我嘛会找伊转来。哎呦，你跟我同款有这个师啊？伊哦，搁有天分，搁热情。啊，若是继续做吼，即摆应该嘛是设计师哦。哦，是啊。嗯哼。安尼好啊，看搁有咧联络无啊？我店关起了后，都无甲伊联络啊。嘛毋知影美玲即摆搁甲安怎？美玲，你讲的迄个美玲是毋是姓林？我做林美玲，系啊，啊，都目睭大大绿啊，啊，乌乌闪闪啊，乔芳姐，你捌你哦？哦，什么才捌你嘞？伊就是我咧讲的吼，我店的迄个师啊。伫我遐生意外好，我一人要落头毛哟。安尼足好个呢，明天还阁来继续做。啊，无去当时我关店的时阵，甲我对伊足歹势。你看，咱两个哦，共一个师傅牵出来，起码咱两个。搁牵共一个师啊，只有这缘分。天公伯爷安排哦，是上界好的安排。这就是成功的组合，咱要来中孝东路拍拼。干啦？唔捌看过水果女孩哦？是讲吼，你若要去中孝东路，安尼这个形，爱改一了。